谢谢一凡。好，阿伯，咱就请黄三亮老师讲评。好，我要先称赞一凡，然后这首歌真的是我听过最好听的小树野花的版本，真的，这简直是殿堂级的演唱，太精彩了。轻跟重，虚跟实，然后你有各种各样的技巧在每一字、每一字、每一句里面，然后把我们听的真的是哇，真的是如痴如醉。太好听了，怎么会有这么好听的歌？谢谢老师。我们请雅文老师为我们做讲评。阿德老师有讲哦，这款评演如果呐，因为《勇敢》这首歌输，你都要退出，永远退出评审台哦。压力太大了，分手我提回来，我没有啊，不是只有退出我们红人榜的评审团哦，所有的哦。好，等一下你那一首歌我也想。开玩笑哈。最主要是让评演你知道说，其实真的这都是人生，因为我们大家在讲的就是说，你今天遇到了一个非常好的老师，一凡老师，他做了最好的示范，他唱的我觉得无懈可击，已经没有任何的缺点，他等同不是在唱歌，他是在放 CD， 而且我觉得评演真的唱得非常非常的好，但是今天真的是。一凡老师有非常好的展现细节，你回去可以细细的品味一凡老师唱的这首《熊树叶灰》，以后你还是有机会尝试这样的歌曲，很棒了，已经很棒了。谢谢老师。